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大地。今天天气阴天，下了一些蒙蒙细雨。然后今天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海货，都是现捕的，然后现场现卖，可以现场给大家处理。那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大头菜哦，这个大头菜一条都有2斤多，非常大，嘿，不错。还有这个是水口鱼哦，这是你看黑钓非常的新鲜，这鳃全部都是红红的啊，都是最近那个渔民捕捞的，最近一艘船都有好几袋，非常的多。小白鲳14米，大石斑4条蛋啊。给力，够大啊，太重了，提得特别的累，太大、这条估计都有50-60斤起码的，目前的目测数量啊。这是皇帝鱼，也叫多宝鱼啊。然后这个是古鱼，19公，八爪，小八爪，一口爆，不错。这个拿去白灼的话，三点蒜蓉的话，味道就是美味啊。腊螺，满满的都是啊，你看，特别多。好了，现在你看鱼下的特别的大，就这么。